2月23号，杨子高调的在社交平台上跟粉丝们分享了一组自己去环球影城游玩的照片，并且配文：我也是去过环球影城的人了。在这一组私服穿搭中，杨子可以说是将可爱娇俏发挥到了极致，身上洋溢着满满的少女感，对着镜头自拍时一秒就变身成为偶像剧女主。杨子的休闲风穿搭，杨子这一次的私服造型可以说是非常的日常，所选择的单品大多都是常见的款式，搭配起来形成了很低调的感觉。杨子高调晒旅游照，穿白羽绒服戴帽子秒变偶像剧女主，可爱感爆棚。